亲爱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，我场空啊，连续打过一个星期了，说话都不敢大声。这几天下雨，这天气有点变化，我感觉应该也快要上雨了，下那种阴雨，绵绵小雨的感觉。这一大早起来就云雾缭绕的，非常的神清气爽。现在这个十米的杆子暂时先不钓了，不出鱼，钓这个短杆，二号窝点。今天整了一个反底钓，这个是反底10公分左右，另外一个可能也就2-3公分。一颗泡沫加一颗老坛田鼠玉米。这边水挺深的，7米2的杆子，6米深。鱼竿用的是鱼西林天下无青，清亮大雾竿。反底钓最近这附近还是出点鱼的。啊，云南的早上是真的有点凉。来了，大家好，反底钓得吃，反底钓厉害，金黄大草鱼，我去，哎呦，勾的不是很牢，勾的下巴。哦，哎，得劲得劲，哦呼，这草鱼不小啊！哇，嘿，跑不了。哎，金色的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草鱼漂亮哦，有点金黄色的感觉。你看，反底钓，反底3公分，中鱼，漂亮！来了一个星期，这鱼腹终于能下水了。没有鱼口了，今天8:30钓到现在下午7点钟，就来了一口。我钓鱼其实还算是蛮有耐心的，但是他不来口没办法，就中午休息了2个小时，然后就一直钓到现在，确实没口。不过今天也算蛮高兴的，吃上鱼了。六天没吃肉了，今天要必须要补充点蛋白质了。这边草鱼是真漂亮，有点金灿灿的感觉。对不起了兄弟，我抢你肉，强者的世界。ごめんなさい。诶，这还能跑？耶，吃咩忙啊咯。这整的，哎，整的我都有点尴尬了。我都想好了，今晚吃一半，明天一半拿来骗鱼煮粥的。血都放完了，我还以为他都不动了，我没想到啊，我去。难搞哦，今晚又没肉吃了。这是鸡蛋、土豆，还有玉米。这几天天天吃鸡蛋，
还有红薯，搞点红薯吃吧。今天我饭都不想吃了，心情不好哦。